海水的干，石头的烂。妈祖婆真的很灵验，很会挑人，因为林珊在我们台语歌坛哦，她的为人处事啊，真的跟妈祖一样，很慈悲善良。她的一个最终的就讲，希望大家拢会在平安，国泰民安嘛。是是，有平安，那咱什么代志都会使一步一步呢，行落去，继续冲落去啊。对。